你满意吗？不满意。那我们再拍一次吗？不要。拍一次吗？不要。下一局妈拿个脸盆上来吧。不要。帮帮我。我换一个。难受。那咱们回去洗洗去。东西。看，这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没有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都不要，都不要，都不要，都不要。爸爸妈妈不陪你的时候，你孤单吗？不孤单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习惯了。可能就是平时他很少会就是真的去跟父母去交心的去聊，只是我们大家都不太表达。我有时候想要去跟他去说一些特别多，他一开始会很排斥，他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做铺垫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 ，Andy？ 你可以跟我说吗？最让你开心的，能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？有爸爸妈妈带你去哪里玩？哎，这挺好看的。哎，你喜欢这房子吗？没看到过。但是你喜欢吗？我喜欢这个外观，你喜欢吗？就看到有一个小院子，还有一个菜地，一个老奶奶自己的私家的菜地，种一些自己简单的那些蔬菜。然后有一个羊圈，一只母羊，一只小羊，然后一条狗，大狗，金色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挺温馨的。第一次让我觉得，他在走近我，他需要妈妈。
这种感觉非常好。你真好。妈，不是不是，爱你宝贝，你以后见我的话，我都会听到的。哎呀，要是我听不到的话，我就会用这个，好吗？你往上，哎，你往上了。啊！第七个。好，好，安迪。我今天做的一点都不累，今天好好玩。和妈妈一起开心吗？开心。渴望的就是 Andy 有一天就是也很主动的，然后主动跑过来跟我说，妈妈我很爱你。 Andy 你爱妈妈吗？我很爱你。